我看到就是国外啊，像大联盟他们，就是会一些庆祝的方式，像天使就戴那个日本武士头盔嘛。我觉得就是不错，是可以像类似像传承一种信念，就是把好的手感借由那个斧头，然后就是传给下一个人这样子，对啊。一开始觉得蛮重的，对，因为那是真的球棒做的，可是就是希望会有越来越多人就是拿到那个斧头奖，然后把好的感觉传承给所有队友。今年第一次，你没有嘛，就很爽了，开了，然后整个挥棒的感觉都回来了，那就是让我更有自信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打击这样子，然后让我很有信心的面对每一个投手这样子。我忘记谁拿给我，反正我就拿到了，就拿那个斧头，我也自己也吓一跳，我也是 Frankie， 原来是斧头，然后就蛮特别的，蛮帅的，就拿球拿到那个斧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色，然后希望未来的比赛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这样子，然后持续拿到斧头，然后继续为球队加油。对，我还蛮想拿的，结果被他先拿到。恭喜阿德，就希望他手感能够慢慢好起来这样。